进去坐了，进去做了指甲。爸，让我直播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再去。啊，嗯，在口袋。晚上好，跟大家聊会儿天。我知道大家也是很无聊，头发长长了，对。你看，做一新指甲，好看吧？做很长时间，本来先做的那一款不是太。长发的佳佳没炸毛，没有。你们看到我吗？其实我自己都还有没有看到自己，虽然在疯狂在指哪个是我，但我妈一直说没有看到哪个是我。最近好几天没有更播了，就直播一下吧。在开玩笑吗你们？今天外面好热闹，你们出门了吗？长发就不容易看到吗？对，长发的更美了。晚上好，刚回家，今天还上班，在开玩笑吗？怎么可能？今天做指甲超开心哎！明天上班我才，今天上班就勉勉强信了吧，明天上班我才不信。今天就跟大家打个招呼，问声好，提前跟大家说声过年好。对，我是李宗义。赶上了，赶上说拜拜了。其实我没直播多长时间，因为太卡了。什么？刚刚有人说我像智障，是不是？拜拜，爱你们，你们还有我呢。爱你。骗我。我去吃饭了，拜拜。哇，大家为什么突然我说拜拜的时候，大家都突然慌慌慌人都过来了。真的拜拜了。说真的，为什么我说要拜拜的时候，大家都蹦出来了？等我。不是说有空再直播，等我改天，我要去奶奶家待一段时间呢。行吧，如果今天晚上就跟家里吃完饭还有时间的话，就再直播吧。拜拜，真的拜拜了。要接杯水喝。
然后我以为我爸妈一直在等我，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，结果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不在了。我头发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在说我头发的事儿？重新开的呀。自己做饭吗？偶尔吧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是，不行，我笑起来太显胖了。高冷一点。新年快乐。拉黑了啊！是我不笑也胖的拉黑了。对啊，现在叫你的上姨啊。是不是叫突然一直走是高冷路线来着？哪有婴儿肥？我都不知道反图是怎么拍的，拍这么胖。每次看到反图都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减肥。什么别吧，你这甩锅，你这真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，你怎么知道我拿三个奖？就天系高冷吧。在讲什么呀我。有效果吗？老乡。奖金。我 别骗人了，我感觉好多老乡，周围全是老乡。瞎编的嘛。短发有气质，但是不好看呀。哎，怪不得。对呀，不然是在中心吗？哇，是因为不吃饭吗？行，我就当信了。你们瞎说吧，短发的时候说念叨我长头发，长头发的时候又念叨短头发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我怎样？好独特的存在。那我家好像吃不了这么早吧？我们家过常年，就是。要很晚很晚不睡觉，是吗？有吧？我奶说不结婚就都有红包，但是又催着我姐姐结婚。所以很矛盾啊。今年不跟姐姐在一起过年，感觉还有点奇怪呢。哇，我有几件事儿是不是没人知道？哦，中间起了一个，真假的那可能就是他了，起个小包。今天早上在努力挤，发现很疼，然后就放弃了。
出去玩了，去做指甲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指甲，这个别人看指甲的时候一定要握着一个东西，这样好看啊。没有，我没有发布书，我是在话题里面说。哇，你这闭眼吹，是真的觉得好看吗？老李，你今天做人了吗？我姓王，我们头像还是这个，我们公司照没有换吗？发现我只有在直播的时候才不停的喝水，可能是比较紧张吧，跟大家聊天。看哪些电影？我今天在看《忌日快乐》，还挺好看的。哇，感觉心酸的气息哦，两个李娜都好看。小李娜很可爱啊。然后在看《忌日快乐》的时候，那个慢慢黑屏之后，然后那个音乐就特别的就悬疑的那种气氛嘛，然后就我一抬头就看到自己在吃面条的我，被吓了一跳呢。我感觉那个女主角还是挺好看的嘛，长得好眼熟啊，她是不是拍过那个《吸血鬼日记》啊？还。北京没法放炮吧？让你们听听炮声。超话的反兔吓死了！什么反兔？是昨那天就是写祝福的那一个反兔吗？互相称呼，我喊他李娜呀，我喊他李娜，他喊我前辈啊。发生了枪战，少女20天。哪里像枪战啊？好开心啊！你今天做的指甲，该在那做这么长时间也值得的。看到一栖生点进来，千万别查什么东西。有看电影啊，你得回国，春节不回来。哦，对呀，放假了嘛，就随便搞嘛。我感觉水星，那个叫不叫水形怪物？但叫什么来着？天呐，被你说完之后，我就已经忘了它全名叫什么了。水形什么？有没有人帮我提个醒？我好难受，先想不起那个名字。水形叫什么？水形异者。联合没有看吗？我有跳，算了，不要看了。啊，你说年后第一场啊？年后第一场，应该没有。水形物语，想起来了，水形物语，什么水形怪物？对，水形物语。
那导演，描写怪物还是挺有风格的嘛。他是拍过《潘多拉的迷宫》的那个导演。哇，完全被带跑了，完全想不起来。被说完之后，不记得叫什么。我头发是，哦，哎呀，就犯错，我就不要说了嘛。我就当不知道。我头发是吃了生长药水，就长长了。叫李尚仪呀，我毛到底哪里炸了？为什么都说我毛炸？我没有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哪里？我拉黑了，拉黑了，看我手指吧，要拉黑了。真是的，我过来陪你们还怼我，头发中间。对啊，为什么对佳佳这么刻薄？佳佳这么可爱，我妈今天早上跟我，我还没睡醒的时候，我妈就老想跟我聊天，然后就给我个手镯。不是手镯，手链。是这几个字体吗？李尚颐，颐和园的颐啊？什么？这我叫我陪你们？什么叫你们陪我？真是。李玉洁，李玉洁什么东西？我能再看一遍吗？哇，这就是个，对呀，我为什么没有做一个鲤鱼的美甲？我没有，你们怎么这么想我？马玉玲力气太大了，为什么莫名其妙？我们今晚直播间等你吃鸡。啥？哎呀，我就想再看一遍，真的是。你们怎么这么想我啊？怎么这么想我？我觉得马丽有点体力不行。你们到底在干嘛呀？在聊什么呀？甜系粉丝怎么可能一般饭谁偶像好不好？就这些可能都一些假粉丝、虚假粉丝。对，我为什么没有？今天没有做一个小狗的脚印儿那种美甲，我以为做了红色就有过年气息了呢。跟我们比个心好吗？想得美。甜心粉丝更不存在了。不应该啊！我这样甜心应该会圈得到甜心粉丝的呀。只想在情人节舔我一下，平常为什么不舔我？我给你们唱歌听吧，开玩笑的。居然说好不要命了！
哪有，这就要六分啊？对啊，舍不得你们。有抵抗力哦。哇，你太刻薄了。你今天有做什么吗？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今天看完《生日快乐》，又做了美甲，哎，一天又过去了。晚上去逛一下超市吧。我在玩这个。绕着玩。天，你等我影评，真的吗？真的会有人等我影评吗？我以为今年会给我颁一个什么影评奖来着，结果没有颁，心灰意冷。吃，不是在减肥吗？为什么要吃巧克力啊？什么？我感哇，行，好的，你们什么奖项都知道，不可能吧？黑巧克力减肥的吗？那你们什么时候上班啊？那我一会儿也要买点巧克力吃。对啊，头发长得快嘛，因为年纪还小，小孩头发长得都快。啊，我是四期生的呀，我也初八哎。你在开玩笑吗？什么？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你喜欢鹿晗，为什么？吃老粉。为什么买酒心呢？我觉得酒心很难吃。啊，我觉得不好吃啊，酒心的，可能我吃的酒心的那个酒不是太好吧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就大家不要吃巧克力了，狗吃巧克力会死的，因为大家都单身狗。哎，你不还在上学吗？那大家不要吃巧克力哦。哦，好无聊啊！好好好，那啥，我去那个。跟父母一块儿去逛超市啦。带着你们一块儿去，哇，人真。现在外面人超多的，突然又跑。可是我想吃巧克力，死就死了。你们不能吃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！不要吃巧克力，各位。外面人很多吧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我要走了。我还打算买一堆东西，明天去奶家吃。冒生命危险吃行不行？拜拜。
都买的吃的，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吃零食，我喜欢吃黄桃罐头。我不会胖十斤的，因为我妈做饭难吃。在开玩笑吧，林娜随同父亲和母亲三个人去到了超市。回来减肥，回去更减不动好吗？因为我在这边，我妈做饭难吃，我还有机会减肥。我在那边就跟大家一起吃吃喝喝，我没有 diss。不会的，我没有。带沙袋节奏，那么努力温暖自己吧，加油。就我觉得也没什么吧，为什么会很针对这个节日呢？我妈就不给我饭吃啊，妈就完全已经放弃了，说每天都说随便买点吃吧。上衣是什么梗？哪有什么梗？这是我的名字好吗？猪蹄饭吃，你就那个快手上抱那个猪蹄啃的那种吗？吃饺子很快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明天吧。我奶奶应该会包，就是一天都在不停的包饺子，大概能包到管到初七的饺子。我去年就是吃到初七饺子。哎，这位说什么？让我直播买东西，你们帮我挑，然后我自己付钱。什么艺名？我是，北快手的抖音，什么鬼？我天哪里亮了？你哪里看到我们家天亮了？再开着灯好吗？哇，我怎么这么多名字？我去了，拜拜。给你点个赞。